要再跟着我。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，你听我解释嘛。你是能磨得精我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我一般都是有贼心没贼胆的，发生这种事我也很无奈啊。跳舞是很尊贵的事情，你一点教养都没有，真给跳舞的人丢脸。喂，我很尊贵的啊。今天那真的是意外嘛，失去重心。你们这种不入流的东西也能算是舞吗？哎，你可以说我不入流，可是你不可以说街舞不入流。你不懂我不怪你。你还不怪我，莫名其妙。其实呢，街舞是一种能让人忘却自卑、真情流露的一种舞蹈。你很自卑吗？我很感性，不像我是喜欢上你。救命啊！我来救你啊！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。谁要跟你聊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有男朋友了。那你跟他聊喽。喂，我输入我的电话号码，有事喝茶、啊，打给我啊，13666啊。我看冉秋，都怪他让我去学什么破街舞。那你就自己去跟他说啊，他在练功房里呢。我什么都没说啊。舞蹈呢，都是一群不入流、没有文化的人感兴趣的东西。嗯，你这是还没有见识到真正的街舞。有那么重要吗？街舞本身是情绪最直接的释放过程，感染力其实很惊人。才没有呢！你只是现在还没有被他感染到。我才不要让他感染到。试试吧，如果下个月我们带到美国的作品中能够融入街舞那种强大的感染力，缩短作品和评委之间情感传达的距离，那我们赢的把握就更大了。你的要求还真多呢，又不能玩，还要编舞，我真的好累啊。我这样做也是为你好啊。我的梦想就是让你成为最优秀的舞者，其实看你辛苦，我也很心疼的。晚上你没有别的事情吗？传说中的群魔乱舞也不过如此吧。
这都是该送进动物园的主，真够不入流的。哇哇，小妹妹口气很大哈、哦！哎，刚说什么呢？没有听清楚。好像还说我们不入流是吧？而且还在说我们出洋相是吗？哦，这算什么话？美女不懂街舞还乱讲，这样很不好啊！滚一边去！说话阴阳怪气儿，看你没打扮，要饭的呀！哼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谁出洋相！一样，上午没有感觉他跳得那么有感染力。谁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上午没有感觉街舞那么棒。挺好的。哎呦，年轻人可真幽默！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坐下哪里幽默？坐下。喝杯酒吧。哦。来，要不要来根雪茄？啊，谢谢。你、哎、忘记了，小孩子不要抽烟啊。喂，那次你教训他们几个，我非常的高兴啊。哦，他们啊，体面的。哦。很自信嘛，啊，过来跟我吧，啊，过来帮我嘛，你所有的队员我全部都签了，只要肯帮我，怎么样？还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，咱们立刻签合同。嗯，
那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啊。哎，商量就是答应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来，叶天人，干杯。哦，哈哈，又忘记了。小孩子不要喝酒，叔叔替你喝了。嗯，谢谢。看你一身都是汗，你跳的什么舞啊？毫无章法啊！这个呢叫街舞，你不懂了吧？嗨，小看人了吧？这种舞谁都会跳，爸跳一段给你看啊！好啊，来吧，啊，没事吧？哎呦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呀，来来，哎，你看吧，你就是缺乏运动。哎。绵绵，我看街舞啊，就别再练了。不行，冉秋要把街舞揉到他的动作里，我再找灵感呢。我看你是没少为他费心呢，啊？爸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哎，爸是心疼你，怕你累呀。我知道爸爸心疼我啊。哎，知道就好。不过你开心就好了。怎么，我看上去不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是要他冉秋开心，你才开心呢，啊？不行啊！哎，你是没有遇上一个真正能让你开心的男孩子。那种只会讨女孩开心的男孩，我不稀罕。乖女儿啊，你就是不明白你爸爸的意思，傻丫头。哎。说，没什么，就那个叶老板啊，他问我们要不要签他的艺人经纪公司。有工资吗？当然有啊，拿不到义工啊。我无所谓了。能马上拿到钱吗？当然的去，我们是 anchor 哎。哎，可是你们看，我们现在多开心啊！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要跳什么就跳什么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。可是如果真的签约了，就没有自由了。你们觉得还值得吗？还记得我们当初组团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的？啊，共同进退。对，好，我不签。你不签，我也不签。你就不签，我也不签啊。不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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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